职业综合格斗的首次亮相。这名独家来自于武术世家，他的父亲、他的两个姐姐、他的堂妹，谁呀？对不对？对手打成谁？儿子，给你录录，给你拿着录。这独家在16号比赛当中，他的对手将会是来自于韩国的选手。你跟他打拳好不好打的 ？OK， 谢谢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